咱们这俩孩子啊，同年同月同日生。当初说梅老师一个男的一个女的，咱们要定下娃娃听了。咱俩一样，上一辈子是兄弟，下一辈子也是兄弟。你们倒好啊，就在我眼皮子底下演戏，大不了罚款嘛，到时候连饭碗都得丢了。咱们下去玩吧。我想，我必须要把这件事情说出来。